师傅。抱歉啊，赶时间。哎，干嘛呢这是？我全力奔跑，却还是迟到。是不是离开了会更好？原来我们都有好东西。姑娘，那这么大太阳，你怎么不把把伞拿了？多晒！谢谢奶奶。哎呦，你说我这岁数，你们那宝啊啥的我也都不会。那我先给后边垫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帮阿姨付了。没事，你找我吧。慢点，不客气，应该的。拜拜。哟，谢啥呀？啊？你等我，走走，奶奶跟你一块儿。